have this. 火锅底料。This time we can go back home to eat a real hot pot. 辣条，来一包吧。我的手怎么了？哇，莫一爽，来一包。本来是出来买礼物了，结果跟自己买了一包吃的。这个阳光简直太刺眼了，我找了任何角度，他好像就眼睛睁不开呀。我刚刚跟我老公两个人把亲密送上学了，然后呢，现在我准备跟他出去逛一逛。今天正好我跟他俩同时休息嘛，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快回国了，我们还有一件头疼的事情还没做呢。因为我们回去想着要带一些礼物回去嘛，虽然我的爸妈总是说你们轻装出行什么都不带，连衣服都不要带，因为我妈妈你知道吗，跟亲密买了一那个衣服啊、鞋子啊，包括内衣内裤，一大箱子放在那儿。到亲密的东西是可以少的，但是我老公呢，他毕竟他两年没有回去了嘛，所以说他还It's true, I haven't been back in a couple of years. I definitely want to buy your parents something. 上一次我回家的时候，我老公就准备一大包那个维生素啊，让我给我爸妈带回去。但是这次我们买什么呢？因为上次我去买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英国真的没有什么可带回去。You know, China have a lot of things even better than here, but I don't know what things they need. That's true. Anything can buy from online, you know, so easy. But it is different taking something from here because you thought about them, didn't you? Yeah, yeah. I understand you. 我爸说已经打过钱了，就不要买了。但是这个女婿他想要就是回去最后还要拿得出手，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去看一看逛一逛吧。风好大呀，呼呼的吹。哦，那边还有个教堂呢，今天见。我们来的有点早，你看这个广场上什么都好像很空的样子。这样两个鸽子肥肥的，这里有一个卖羊毛，这是羊毛羊绒，在英国这边还是蛮出名的。我们进去看一看。You know, like your mom, but I don't know about the styles. Yeah, you look at it. It's so warm, though. 我觉得这款式也太老气了点吧。我来逛一逛吧，找一找有没有精品。哟，摸起来还是舒服的。You laugh at the color. Touch us, warm it is. My mom too small, do you know?Oh yeah, it's soft. 我老公选的这给我妈，估计颜色是可以。这 no, my mom won't like it. Never be cold. Thank you. I don't think my mom will like it. You know, my mom is quite small for this country. Even I can't buy the clothes. It's smallest size. Yeah, even I can't buy clothes here. I don't think she can. 我老公心还是好的，想着我妈妈呢。TK Max 来看一看，这个市中心也有一个嘛，它都是一些断码打折的，品质都还不错，我们逛一逛。我是啥都没找到合适的。Do you find anything you want, Lala? No, I didn't really have them yet. Yeah, I think this one is not good than town that one. Yeah, the one in town is bigger and better. It's busier, it's better. Let's go. 这边还有好多家居用品呢。但是我们都不需要暂时。茶是一个好主意，上次我跟彭公公婆婆他们带的中国的茶，这次跟家人带一点英式的茶让他们尝一尝。这是各式各样的，看看我是看 hot pot. Wow, have this 火锅底料。 This time we can go back home to eat a real hot pot. 辣条，来一包吧。哇，莫一爽，来一包。还有草莓酥，在这里居然买到了中国食品。哦，速溶豆浆。Those are fine, China. 转基因大豆，这个不要了吧？永和豆浆不要。这个、要没有？哦，这个要，这个要。哦，面条。这个有没有？瓜子，要。虽然马上要回国了，但是这两天还可以解解馋吧。哎，这个不要。
我老公也找到他想要吃的小龙卷还有酸辣粉。I like this. 我们本来是出来买礼物了，结果跟自己买了一包吃的。This is the one I like. 我没带口袋出来，我老公抱着一包现在去买单。We get ready for China. Yeah, yeah. Very ready. 外面太冷了，我们逛到内街来了，想找一个地方先吃个饭，肚子饿了，早上都还没吃呢。看看这个 shopping mall， 它里面像个百货商场一样的，跟国内的那个商场有点相似。其实看这里面有好多时尚品牌来的，但是都不符合我父母的风格，我觉得在国内买更漂亮的，何必在这儿来跟他们带回去的。哟，这里还有个甜品店，这边就是各式各样的甜点，我的天啊，看我老公的眼睛。I will tell you no go 减肥的人没有资格吃甜食。我们去找饭吃，吃饭吃饭吃饭。逛了一圈，我们最后选了一个日料餐厅，已经点完餐了，现在等上菜呢。我们的餐到了，先拍一下，这是我的拉面和一杯绿茶，我老公吃的鸡肉饭。It's curry. How about it? You like it? 嗯，甜甜的 ，a little bit sweet. Yeah, a little bit sweet, a little bit salty. 嗯，吃饱了，现在打道回府了，要去接 Timmy 放学了，准备。正好撑着今天天气好，带着 Timmy 去公园让他玩一下。他每天都想要出去，但是有时候特别冷嘛，然后天气又不好。今天有阳光，还可以带他出去逛一逛。我刚刚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老公两个人不是今天出去逛了一圈嘛？我想了一下，我们最好呢是要带又轻便，然后呢又合适的礼物。你随随便便买一些东西带回去又浪费钱，然后呢也不合适，所以。接下来 the gift things just give me, I will prepare, okay? Okay, yeah. 还是我来准备吧，因为我老公他有这个心，但是有时候男人嘛，他选的东西可能并不是那么合适。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Bye.